的自身服装，跟大家展示一下，鬼牌有鬼牌的时尚。对，有点难过。好，但是我们鬼牌就算这样，我们还是要做点正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干嘛？我们今天要介绍棚内给大家看，看看我们的舞台是怎么样的。Let's go！ 而且我们要趁机上下舞台，因为不然我们没有办法上舞台。没有这个机会，趁这个时候偷上一下，偷上一下舞台，没有问题，恭喜实用。Let's go！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第二现场。第二现场就是大家休息等候的地方，也非常漂亮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的是，我是黑桃粉，我是黑桃粉红星的张敏。哇塞，第二现场也太梦幻了吧！抱枕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方块的抱枕。方块的特色是什么？就是高冷韩团，就是韩系的女生。那他们的代表色是这个，让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红星的。对，好了，给大家介绍一下红星，很明显嘛，就是这样黄嘛。那我知道大家一定问说，那为什么不是红色抱枕？因为大家知道红色呢，对人体的视觉来讲，看起来太，你懂，太多刺激了，所以你这时候来了一个黄色，就代表说我们的热情。热情又大发，对，热情的黄色红星烈焰之星。又是我，为什么会在这里呢？因为我是黑桃粉，他们的味道有闻香啊。Hello， Hello， 这边是粉红梅花的地盘。Hello， handsome， I wanna make you mine。我们粉红梅花就是代表色是粉红色。明显吧，粉红色就是一种初恋少女粉红色的气味，超可爱的，而且粉红梅花每一个都又漂亮又可爱，还会让你有初恋的感觉。这边就是他们的地盘。你说粉红梅花就是初恋少女的感觉？对。那你觉得你的初恋有像这样粉粉嫩嫩的粉红色吗？就是想到初恋的时候会有一种粉红泡泡，然后酸酸甜甜的感觉，这就是我们梅花带给大家的感觉啦。哎呦，这是什么声音？好像有哪一团在练习。我觉得有一种初恋的感觉。初恋的感觉吗？走，我们赶快去看。好，我们赶快走了。这是镜头福利哦。厕所发现一个有趣的部分，好像是有人要唱歌。有人要唱歌是谁？在男厕。哇！帮忙劈个爱心，哦，
哇，我们看一下这边是谁呀、啊？这几个小海军，自我介绍一下，从你开始 ，You， 小可爱，你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夏娜。OK， 谢谢夏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只猫。今天的菜色是70组牌，加上很多的洋葱，还有丝瓜跟不知道是什么菜。吃得很开心的脸，还蛮开心的。我们就是在这边几乎都是吃便当，然后呢，我们有人，我们红星团有人不能吃便当，他吃了会拉肚子。那你怎么办？你午餐都怎么解决？就不吃便当啊，吃别的，吃别的。那你介绍一下你的平常的餐点，大概都会吃些什么？意大利面、炒饭、炒面，然后卤肉饭、鸡肉饭，披萨。哇，感觉对便当落下可以吃比较好。真的不要看他这么瘦，他超瘦，他吃超多东西的。Hello Casey，Hello， 觉得参加女团需要的三个特质，抵抗力很强，不要随便乱哭，不要随便乱哭，爱哭鬼，妆法师爆料哦，爱哭鬼，还有嘞，要有礼貌，懂得。还有礼貌，互相帮助。我们谢谢 KC， 拜拜。做不到这里，所以我们就只好趁这个时候偷偷来做一下这个机会。我们现在做的就是陈琳老师跟韦博老师做过的地方。我先偷闻一下这个味道。喜欢这个香吗？超香，想带回家，舒服啊。陈琳老师可以确定的是绝对是比那边还要舒服啦。坐在导师的位置其实责任也是重大啦，虽然我们选手表演都会紧张，但是老师们也是用一颗真诚的心在评比我们的。而且他平常还要看我们表演啊，看大家培训啊，看大家彩排啊，其实也都很，老师也都很辛苦。对，他们都很累。你帮我们给老师一个掌声。老师的视野怎么样？老师的视野呢，特别好。就像我可以想象，我当初在台上的时候，老师只要这样往后一靠，就可以决定我要不要穿上身上这件衣服。对，然后我们旁边还有很多空位，就是我们每一集不一样都会有我们的飞行导师哦。啦啦啦，是不是越来越期待我们的节目了？想一下接下来飞行导师会有谁吧，记得期待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滴滴五二，下次见。我是林格世代滴滴五二的首席导师杨丞琳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看到最新最独家的滴滴五二影片哦。